在和平精英里面玩 CF， 这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来看今日投稿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我去，这得吃多少年的德芙才有这么丝滑呀？这舞姿不知道又要迷倒多少少女了。Nice。来看下一条。不是哥们，你妈！我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一号扔的雷。这扔雷的手法，泰森都不敢这样扔啊，含木量太高了。来看下一条。不会还有兄弟，不知道狗头和炸弹一起发出去会变成炸弹狗。我来试试，我去，还真变成炸弹狗了，不错不错，兄弟们，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。这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让队友这么嫌弃啊？来看下一条。一听音乐就知道不简单，一落地就知道很精彩。但是这怎么还没开始就没了？来看下一条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挂，竟然还能跨服操作，刷新我的认知啊。来看下一位。大哥大哥，别补我，别补我。哎呦，还是个妹子啊。你干嘛，你背我去哪里啊？看完这个，我表示想看后续，不知道后面内容是不是要付费的。